我们是苏糖，笑糖糖，哎呦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哎呦，你现在看起来状态这么好，我很欣慰。苏糖的自闭症已经全好了。啊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是警察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园长，我想找您女儿了解一下情况。 我真的没有去过曼迪家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一直都待在家里，跟我母亲在一起。你跟方舟什么关系？说实话，我很爱他，而且我知道他很爱我。最近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性情大变，常常把我幻想成别人。 自从曼迪回来了，他就常常把我幻想成曼迪，我心里都讨厌死 曼迪 了，怎么可能会去那里啊？你说方舟把你当成 曼迪， 他说他在 曼迪 家见到了你，那有可能是幻觉。嗯，一定是什么东西有置换作用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 喂，啊，什么？水管漏水啊？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幼儿园放假，根本就没人，水管怎么可能会坏掉呢？难道进了小偷？隔壁物业说幼儿园水管漏水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园长，我送您过去。 园长，您还记得15年前的猥亵事件吗？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提他干嘛？曼达的事我都知道，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再追究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 Mandy 当时根本就在撒谎。什么？厨神根本就没有猥亵他。所有关于 Mandy 猥亵的动作，全部都是园长您对他的提问。 然而 ，Mandy 在回答时候的微表情，双手摩挲，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表现。嗯，人在撒谎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动作的。而眼睛往左看，是在编造谎言；揉鼻子，是因为人在撒谎的时候鼻子里面的海绵体会发痒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 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厨师是被诬陷的。麦迪当时才只有6岁，而且他那么乖巧伶俐，让人喜欢，他怎么会撒谎呢？越受人喜欢的人才越会撒谎，因为真相往往都不好听。笨蛋。
好好好，值班的把钥匙拿过来了。好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哎，苏糖，水管都修完了，你回来干嘛呀？吃饭点儿了，呵。 吃饭比破案还重要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看见了，那个总闸是最近被人为打开的，那个人还碰到了青苔，滑了一跤，然后绊倒了水管，环扣松动，导致渗水漏水。那人一定很慌张，但是他来了也不是为了偷东西啊，他是为了躲在这儿逃避某件事儿。是说，阿张。 不是我说的，阿张，走吧。阿张，你放心，别害怕，我会帮你洗脱罪名的。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走了之后，你跟 Mandy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那晚 Mandy 的状态很亢奋，他在不停地灌我酒。阿正，你知道吗？ 15年前的事，我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我就是一个魔鬼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说什么呢？ 让我身败名裂，让我背上一辈子的骂名。你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，还给我好不好？啊！你还给我！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衣服都被扒光了，Mandy就吊死在我头顶上。但是在我记忆中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对他做过。但是我看他的样子，又像是被人凌辱过。我就怕是因为我酒后忘记了，这种事情说不清的，所以我就跑了。Mandy确实被凌辱过，但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与你无关的证据啊。同理。 可以证明跟阿张有关的证据。对，但我们现场只找到了阿张一个人的脚印和指纹，除非能找到第二个人存在的证据。可你告诉我们，你看到的是厨神。据我们了解，厨神早在12年前，也就是发生猥亵女童的第3年，因为自闭症跳楼自杀了。但是我真的看到了。 应该不会是酒，因为我是亲眼看着那两瓶酒打开的，不可能下毒了。而且那天晚上特别奇怪的是，只有2瓶红酒。
以我的酒量，根本不可能醉到不省人事。我那天只喝了一点儿，就喝醉了。而且特别奇怪的是，我第二天醒来之后浑身酸疼，就像个人打过一架一样。肌肉酸痛，肌肉松弛。我现在就给白先生打个电话，让他给你做个全身检查。走，咱们转回现场。 真托啊！废什么话呀，我什么没见过。 居然在纹身上！啊，Mandy 和阿张都被注射了药物，说明那天那个人一定躲在屋子里面。可是我给阿张做了检测，在他体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物质。阿张之所以没有死，是因为他注射的量非常的少，凶手就是要拿他做替罪羊。 而且我猜，这种物质在体内一定很容易被迅速分解掉。好，为了弥补我的过失，我准备再给 Mandy 做一次尸检。看你了，哎。药呢？ 抗抑郁药是什么？是 SSRE。 哎，林医生呢？他屋怎么空了？我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？他不在。但他去哪儿了？你该知道吧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自从上次找完他之后，他再没回来过。Mandy的病情你了解多少？我只负责带病人去做检查，至于病情都是由主治医生亲自负责。体检，那他最有心电图吧？当然，那是必做的项目。心脏状况怎么样？ 心脏非常好啊，没问题。还有事吗？Mandy的病历是伪造的。卓医生为什么撒谎？死亡当天心脏病又是怎么回事？喂，欣然。Mandy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好，尸检报告出来。 欣然，我来了。曼内的肾脏样本经过化验分析，里面含有致命的药物琥珀酰胆碱。琥珀酰胆碱是一种麻醉剂，这种东西注射入体内会导致全身麻痹，
而且会是钾元素超标，心脏停止跳动。啊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死于心脏病突发。而且这种物质在体内会被很迅速的分解掉，很难被检测出来。琥珀仙丹碱，这种药药店没得卖吧？对于我们医生来说，轻而易举。卓医生，卓医生，在哪儿？你真的想知道？当然。这就是男人魅力。卓医生，小护士，一秒钟不到就把行踪给暴露了。那小子就躲这儿了。你再自恋下去，追不上他喽！还愣着干嘛呀？快追呀！是。我在这儿盯着，你赶紧去看看苏唐去。你别动啊！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？你跑哪儿去了？